然间那个村子的村长啊，牵了一匹白马过来，白色的马要送给我，我就吓一跳了，这是他们最贵重的礼物。我说我这个马怎么带回家啊，是不是？我就跟他讲，哎，我说这样子啊，我打个电话回家问我太太这怎么处理啊，这种事情都是我太太决定了。好了，我打电话跟我太太接上了，我就说，我说美青啊，你记不记得我们恋爱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希望结婚之后呢能够有一匹白马啊。我说我们现在有一匹了。他冷冷地说，我们家已经有一匹了。他就说我嘛。我在去年七月成立了马英九基金会，这是一个公共政策的平台，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把见解相近的能够组合起来，对于目前台湾所面对的问题，包括经济的衰退，包括两岸关系的倒退，带来我们民主啊出现了许多这个违法违宪的情形，希望能够做一个总的整理，让民众更了解台湾目前遭遇到的挑战。但另外呢，等到选举进行越来越进行到热季的时候呢，我来出去帮他们助选，那还是有些帮，还是会有些帮助。因此，我想从这两方面呢，看能不能让国民党继续执政，这样也了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两岸关系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好争辩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啊。维持一个和平跟繁荣，反而是对立，而且是个紧张的关系。事实上，这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现在执政的民进党，他的政策啊，既不民主呢，也不前进，很多地方是背离民主的，我也觉得蛮意外的。这点我很担心呢，台湾会成为一个所谓不自由的民主 （illiberal democracy）。你看到我有登记吗？下一次呢？吸收马哈迪的经验。哦，马哈迪92岁才选吗？你让我等那么久吗？所以会更早一点。没有没有，开玩笑的。